他呢现在还没有读大学，在家里妈妈带着他自学一些。可是呢， 他虽然是在某一方面是可能和我们普通的常人不一样，但是他在音乐方面有非常好的这个造诣，比如说他会弹古筝、竖琴，会吹陶笛、吉他，还会反正很多种乐器了，钢琴。那么在音乐方面有一个超人的一个能力。那今天呢，我特别呢邀请他来为我们大家读奏一段这个陶笛，好吗？我们先请他，我们以为。 给他好吗？谢谢，谢谢你。等一下，我们 open mic 的时候再帮我们来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谢谢。
他非常的乖哈、哦。然后每次呢，我刚刚认识他上课的时候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我当时吓我一跳，我说你会不会弹一个钢琴叫什么什么曲子？然后他说他会，但是当时我只是以为他说说而已，没有想到他非常认真的一直等着我在那里，就等着我过去听，然后我很感动，然后我过去之后他就弹给我听，然后帮他上课，现在教他唱歌。然后呢，他的因为父亲很早就过世了，然后母亲带着他们兄弟两个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培养他这么多的才艺，那除了要花很多这个经济上的负担之外呢，其实母亲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就是在这方面有这个天赋，然后用这个天赋将来和他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。那接下来他可能有一个打算，就是说会把自己的一些会的一些传统的乐器啊，和一些唱歌，还有古诗词，他会写书法，然后把它弄成一些会有一些商业方面，比如说手袋啊或者什么的，希望大家呢多关注他的音乐。他在湾区其实也算一个小红人了，也去过美国达人秀，然后这边有他一些介绍。那如果以后听到他的音乐，听到他一些作品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他，好不好？谢谢。